不放过我。烽火雷电炮，啊！站起来！你上去啊！妈，你干嘛去了？快过来吃西瓜！好，啊，我去买。竟然敢偷我西瓜！你胡说什么？这是我儿子给我买的。寒天不行，赶紧还钱！这手机赔给你吧。苹果光不手机有啥用？你不懂了吧？旧手机拿去找任杰 APP 上换钱，把钱去就算了。小八，臭小子！喂，妈，你听我解释，你跟棍子解释去吧。我的板栗。完了。要从小子。哎呦我的妈！What？ 嗯？哇哦！拜拜！嗯？你在干嘛？妈，你不是有旧手机吗？我推荐你跟断断 APP 换钱，回收价比手机店高300%。现在下单顺丰免费上门，首次寄出有专属补贴，很好用。我的板栗。臭小子！搞干净点，我去里面打扫。知道了。哎呦我的妈！想跑？听说你很能打，我是来挑战你的。就凭你？我的螳螂拳并非浪得虚名。花里胡哨。继续跑啊！看见没，这就是你的好朋友。放心，不会痛的。快放开我！大哥，趁我的旧手机，我建议你在断断 APP 上换钱，回收价比手机店高300%。现在下单顺丰免费上门，首次寄出还有专属补贴，很好用。我马上去看看。不急，先帮我干嘛？有人。我经常在多睡楼。你完蛋了！小心帮个忙，小心你让开！凭什么？东华，你看错人了，我出生就接受良好的教育。你干啥？本地叔，寻找小峰。好吃吗？肯定好吃啊！正月十五放烟花，我的鞭炮顶呱呱。哎呀，小老弟儿，就你那破玩意儿，还顶呱呱呢？王二炮，好狗不挡路，起来！哎呀，跟我叫号呢，你拿来吧。什么？王二炮那小子把你烟花踩碎了？二混子，你能不能做一个一踩就响的炮？就没有混哥做不了的。没有撤退可言。混哥秘字大彩炮，好嘞，王二炮，你给我等着。王二炮，
你给我站住！你看这是啥？呸！我管你啥呢？你拿来吧。滚！大年三十可真好，烟花鞭炮少不了。我说咱们巨无霸驾车林怎么没了呢？原来这小子偷走了，这小子肯定跑不远，走堵他去。王二炮，把驾车林给我放下。啊！行，小爷今天栽了，还你们，还你们了。幸亏你跑得快，要不然有你好看。哎。这啥呀？有我好看，哼！完美，全部抬走。大地红烟雾弹，我的鞭炮最好看。嗯，一会儿必须给这几个小鬼点颜色瞧瞧，兄弟们，好了，放开，走。啊！过来找我们火拼了，快跑吧！啥？正好咱们要找他算账呢。哎呀，小老弟儿，狗在呢，也挺好，省得小爷一个一个找你们了。哎呀妈呀，我以为谁呢？原来是王三炮啊！就你们两个，呸呸！小爷今天就给你们几个颜色瞧瞧。啊，这是要火拼了。没有撤退可言。加特林、小麻雷、放烟花，还有谁？足球炮、小神鞭，大年初二乐翻天！哈哈，那还等啥呢？开始吧！我先来一个小神鞭。小鬼们，我让你们乐翻天。嗯。谁呀？好像是王二炮那小子。嘿，正好咱们正要找他呢。王二炮！喂，你们干什么？喂，王二炮，让你尝尝我的小足球。喂，你往哪儿塞呢？喂，喂，诊所吗？挂号。什么科？肛肠科。喂，快拿走！喂。窜天猴、小足球、放鞭炮，我对你哦。嗯，巴雷特，不好了，王二炮不知道在哪弄一个巴雷特，老大了。真的假的呀？这小子肯定是用来对付咱们的，咋办呢？这回要开席了，快跑吧！哼，慌个啥？咱们只要在他来之前干掉他就行了。二混子，是时候展现你真正的技术了。没有撤退可言。浇地主不行。来了，在哪儿呢？土豆子，你可别吓唬我，说不定现在就在屋里看着咱们。行了，你们俩别瞎合计了，这都后半夜了，有啥事儿明天再说。看你俩那小胆儿，就算来了也没事儿，咱们人多能压过他。你可拉倒吧。啊，看见没，他现在吓得不轻，连我都害怕了。你后边有个人，抱个娃娃。这哪有啊，老叔，他这是咋回事啊？我觉得这件事儿是有些奇怪。二宇，你怎么了？刚才我好像也看见了，穿个红衣服。什么？你也看见了？
我还听见有人笑。土豆子没说错，肯定是脏东西跟到家来了。来了，把香灰拿来。